今天挑这首歌，就其实因为很难得有机会，就很多人有梦想或幻想有那么一刻，对，所以我就选择唱这首《A Moment Like This》。对，我相信大家有时候也是在等待，其实黄金龙有演唱会啦，或音乐会之类的，你们也是在等待像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时刻。虽然有时候有去一些校园演唱，不过要照顾到外国的，对，国外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好，刚刚那时候还可以吗？好开心，好开心的时候心就碎了，所以开心到碎了。下一首歌叫《心碎》，我要听你们一起唱，你们从头到尾都没有跟我一起唱，有吗？那大声一点，我听不到。对对。